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艾达出事了，我们李阳现在要前去救援，前去救援啊！我有点想要换武器嘞，其实讲真的，我不是很喜欢这一把。算了，我们把这只拿出来好了，好不好？真心觉得拿出来用了。好，就这只吧，都已经改成那么强了，从一格改成两格，不用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哇，是我跳下去吗？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不会啊，这种画面还好，那就还好。哎，杨哥你好，会不会等下水里蹦出僵尸？有可能，我们还是先准备一下好了。That's a pleasant smell. 这气味真是迷人啊，跟我家的乌龟一样，臭死了。我家那只巴西龟现在养到越来越大只啊，然后真的身上的味道真的是哦，有够恶心的。然后每次都要帮它洗澡，没事就给你塞行菇，有分左边跟右边，我要走左边。什么声音？什么声音？Hello，霰弹枪子弹，不要吓我啊！等一下，我把我这个麦克风拉前面一点，哈哈，真香！乌龟说：“老头很久没换水了。”有啊，我今天换了，今天再给他换一波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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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Hello，你好啊。Hello，你好啊。捡个东西啊，墨镜荒，数位录影带。看来是没事的，没事。这边有一只，我靠，那边有一只，没事儿，没事儿。Just great. 炮枪，他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吧？现在这一代的僵尸生命力真的很难掌控啊！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死还是假的死啊！知道什么？钥匙我没有。电子零件。哎呦，什么东西？这一幕我好像看人家玩 demo 玩过欸。什么声音？啊，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少在那边给我唧唧歪歪。来，换你了，轮流就对了。应该要先把它放下来吧。是男人就用冲的，干我不是男人，抱歉。林北喜废物，
这应该就不会再起来了。回家吃屎吧你！假赛卡定啊！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暴君吧？我觉得暴君应该是目前人在阳馆哦，好吧？目前人在阳馆，就别要求那么多，叫他过来了，好不好？这边已经够糟糕了，如果还来个暴君在那边烦你，我真心觉得这游戏实在是他妈太靠北了。真的很靠北啊！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手电筒有跟没有一样，还是黑的啊，根本照不出个所以然啊！哇，就这样下来了、啊。Shit！ 什么声音？嗯？嗯？哇！那个是什么？我先上去好了，感觉太危险了。这个是你在冲啥？已经被准备要下杠了。来呀、啊！刚刚到底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跑过去啊？一团会呼吸的肉！哇！看，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一只好像以前那个某个版本有，哇靠，哇靠，旧版本有这一只嘛？这只怎么变那么大只啊？呀，这只是打不死是不是？干气啊！好嘞，跑走了。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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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块的肉肉，大块的肉肉，你好啊！干你老师也还不死、啊？这家伙是不是打不死啊？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靠背，引到这么多僵尸啊！严格来说，这只是不是可以不用打、啊？可是我就想打、欸，不知道为什么，手痒。鳄鱼的肉块是吗？鳄鱼的那颗头，真假的？Cable car， 我以为这么大只，我也不知道啊，我记得没有那么大只啊。我记得他的体型那个时候在游戏在那个旧版本的时候，体型跟李阳差不多大一点点。Where'd she go？ 那谁知道在这边变那么肥，吃太胖了。这边的养分够他吃个这么大一只僵尸肉，又是密码，这个密码之后再说吧。跑下去。不归路吗？应该是不归路。明明就是 G 幼体 ，G 病毒的幼体啊！
don't like the sound of that. G1 画质为什么这么差？1080自己调啊。Ada 倒在那边，自己可以调画质啊，不是有齿轮可以调高清吗？你要用低清看我，那有什么办法？哎、欸，这有仓库哎。我记得我之前不是要捡到一个大火药吗？怎么不见了？他去哪里了？他被我合掉了吗？他被我合了吗？难不成被我合卸了？看录影带，这是什么？打字机，感觉要打什么之类的。免费的两颗色带。哇，后面给的这么充裕啊，不用担心那么多嘞、欸。看一下，你不会调画质自己找啊？我要怎么教你啊？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个被射杀的应该是那个吧，金博士吧？应该是吧。哇塞！啊，是他才金博士，他把他弄掉。这个人是谁啊？老鼠都在吃哎、欸，把他解决掉了。The virus. I'll bet those rats spread it. 看完了，可以放进去了，留着也没什么用。怎么挡？这是什么？哦，电子零件啊！怎么是两个啊？插头分别插入每座的终端机。如果有人记得哪个插头配哪座终端机，拜托请行好，把资讯分享在布告栏里面。谁知道啊？骑士是在同一面墙上，而主教和皇后并没有相邻。皇后和城堡也是正好相对。皇后跟城堡相对。然后呢，城堡和骑士是同一个墙上面，所以说骑士是跟皇后相对，主教和皇后没有相邻。好，咒语是不是？又要解谜了，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这里我是没来过。拉一下看看。哦，下来了。白天被狗欺负，看了最好笑的画面。我那被狗欺负啊！明明就是我神闪躲哦，我瞬间懂了。这个上面啊，我看一下，这不用组合，要检查。这个是主教嘛？哎、欸、啊，我们少一个城堡啦。哦，这个是兵啊，兵是骑士啦。哎、欸，不是哦，骑士是这个哦，这起骑士啦。好，我看一下哦。城堡和骑士都在同一面墙上面。啊，我们少了城堡。
我可以随便插吗？应该是没插吧。没有香菱，没有香菱，然后啊，那代表说主教，等一下，再看一次。主教的皇后并没有香菱，我们现在没有皇后，也没有城堡，只有冰主。冰主是什么鬼东西啊？放仓库区。妈，占位置。准备要临死了。记录完可以死一波，嘿嘿，哈哈，什么东西？死一波，嘿嘿，啊，一起来嘿嘿嘿吗？啊，没有一只僵尸，哎、欸，那光是里昂篇都可以玩这么久了，克雷尔篇又是一篇长篇嘞、欸，这可以玩好久、哦。这叫不单纯。好了，这个我不会解。暴力讨债没看过你。哎、欸，这边就有写啦、啊，密码直接刻在金库上面、欸，干超好笑的，左二右十二左八。哇，佛心哦，什么东西？枪托，散弹枪的枪托，进化了，更强了，更强了，真的更强了，不是我要讲，越来越强大了。克雷尔篇超感动，真假的？为什么克雷尔篇为什么会感动？哎、欸，找到了。然后这边是，我没有手环。格勒保险箱密码用粉笔写在保险箱侧面啊，这个我们刚刚自己发现的，不需要用纸片来提醒我们。我们那么聪明，直接就发现了，对不对？好了，这边东西拿完了。烂游戏不玩之类的，我没有说这种话吧？嘿嘿，人家才没有说这种东西呢。这个工具啊，我大概知道位置是放哪里的了，但是我们回不去，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点。我知道它的用途，但是我不能用。欸，奇怪，我放录影带了，为什么？欸，哦，在这里啦。我想说奇怪，我录影带是到底是怎么看过还没看过？老头失忆症了。这边有写旗帜。对应点插上去，这个被撕掉了。这边是骑士，目前只有这三颗嘛。
城堡和骑士在同一面墙上面，皇后和城堡正好就正对面。好，那这个其中一个一定是皇后，然后这个是兵卒。然后说不相邻，主教，主教，骑士嘛，同一面墙上，主教的皇后并没有相邻。所以说他是说骑士，他并没有相邻，是这边不可能放主教的旗子，然后皇后和城堡刚好是正对面，所以说就这两个其中一个，不是这个就这个了吧？就我们还是缺，管了不管了。老头拍恐怖游戏吗？难道你觉得这不恐怖吗？难道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pinking 的游戏？彩虹小马，玛利亚波尼，玛利亚波尼，你现在是在看玛利亚波尼是不是？你看不出来这是恐怖游戏吗？原来在这里啊！小心点，小心点！哇，吊针欸，这个也可以吊针哦，很棒！这家伙迟早都会起来的吧？他妈散弹枪威力他妈超强！哎呀，看见这个东西了。这样子会有两条路啊！可以用吗？哦，开门了，捷径，这应该是拿来当捷径用的。然后这个应该梯子扳手还可以再使用，没有错，传说中的捷径。就是用在这里的啦。想说你摩大不会拍这种游戏，我是会的，好吗？什么声音？虽然我18岁啦，好不好？但是我还是会玩这种恐怖游戏的。这种恐怖游戏对我来讲算不了什么，真的。又是漏快了，看了真的很不顺眼，真的麻烦。这他妈怎么过去啊？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是这里啊。Hello， 哇！他会把它吃掉吗？搞什么东西啊？看这样我就没路可走了，我被打回原点欸。有机会尖叫吗？
你有跟早上的记录档就知道我会不会尖叫了。我又回来了，结果我还是没拿到我要的东西。啊，对齁，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锁的密码。啊，真的要跟他火拼哦！我是有沙漠之鹰可以敲他啦，可是感觉好浪费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就拿来打 BOSS 才对啊，对不对？比如说 G 病毒第二阶段就很适合。拿来对抗这个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的呢。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们在这里啊，好像没发现我样子。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他走掉了，很高兴他往下坠了。哎，靠杯。这家伙，他妈超浪费子弹的。刚说完，我已经浪费了一堆了。谢谢。他应该爬不上来啊。胶卷，这边好多机床哦。再要想到我以前的工作，靠背哦。这个人怎么长那么像黑人二人组里面那个胖子啊？你哪时候来当灵眼的啊？就这一个而已嘛，对不对？看到靠北，我还要回去是不是？给喊你，我居然要回去？我还要回去。哎，对啊，这样我还要回去呢。我是不是应该要把那个士兵带来啊？看，这意味着那只还没挂。我看见他在那边了，手八七。我们是不是要拿完六颗全部都拿到手才有办法开门啊？我们这样子严格来讲只有四个，欸，我们还差两个，欸，还差很多，欸，哇，差太多了啦。我们拿这个是什么？城堡，城堡跟骑士同一面墙上的，就是这里啊。我们还差两个，看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走。想到以前的工作方舟也有机床，对啊，以前的工作方舟也有机床，看那边机床也太多了吧。
是要拿来做什么东西？全部的死怪打过一次就安全了。重点是要子弹啊，哥！没有 ammo， 你就没有办法 pew pew pew， 没有办法 pew pew pew， 你就没有办法。Oh yeah，understand？ understand？ 你就没有办法。Oh yeah。我现在开始随便乱逛好了。这边我好像没有来过，对不对？欸，哪里的钥匙啊？下水道区域的钥匙。好，我知道在哪里了。那边有药草欸。哦哦，靠背这个坏掉了。嘿嘿嘿，这是被谁敲烂的？完了，不能用了。老头改玩泰国恐怖游戏吗？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出一款泰国恐怖游戏叫《甜蜜的家》吧？结果他说要出第二章，到现在没看到第二章人影啊。那更新变超慢的，欸，是没有打算要做的意思了吧？我是觉得他是没有打算要做的吧。万中，哎呦，哎呦，靠背。What the hell was that？ 鸟叔，完了，我没有位置了。准备东西实在太多了。Oh my god， this is getting worse。一堆死尸，死尸。情况不太乐观哦。巨大化阿福要出来了哦。Oh my gosh！ 我要死了。那一击必杀。What？ 干起事！就是要你死，因为请把小刀还给我，谢谢。妈，你太多只了吧！哇哇哇哇哇！没有路，没有路。趁他在吐的时候，赶快冲！酸哦，他应该不会开门吧？在哪里啊？哎？这是怎么回事？皇后关起来了。是不是要拿一个假的东西来 替代一下？我拿了之后，他就关门了啊。
欸，哇，那边有一把榴弹枪欸，但我就弄不到手啊。哎呦，吓一跳。哦哦，那我满了，满桃超棒。国王啊，靠背嘞！你知道吗？我有点想要重新独挡啦，浪费太多子弹了，你知道吗？他妈超浪费的欸，耗太凶了，耗太凶了，这不太行。还没反应哦、喔，懂一些啊。尴尬喽！打开它，这是硬派模式吗？没有错，然后拿不动啊。焚烧越久，制造的火焰伤害就越大。我、哦、居然可以装欸，没有位置了啦！我也拿这一把，怎么办？好歹也让我把皇后带回家嘛！身上一大堆噼啪武器。这把就比较强吗？三小声音，结果我还是没有带该带的东西回去啊！干，我真的很想重新独挡哦，这真的不行。算了，不要好了。耗到底，很超有用。应该不会再复活了吧？没死啊！躲起来了，哇塞，完了，请他吃手榴弹，希望你不要再出来了。子弹已经被我用到完全烫的一个状态。用光光。好，我来看一下齁。这是城堡嘛？那这个应该是国王，这应该是国王。城堡面对着皇后，
开了，没有，搞反了。放这里，成功，哈哈，笑死了。城堡和骑士在同一面墙上，这是骑士，这一个是城堡嘛，对不对？对，然后这个是国王，他说在同一面墙上，那我们可以把城堡放这里，是不是？国王放这里，嘿，然后呢？主教和皇后并没有相邻，皇后和城堡也正好相对，皇后在这里刚好相对，那主教跟这个没有相邻。主教跟皇后没有相邻，哎，这就尴尬了。我想一下，那这个应该要做个调换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主教跟皇后搞在一起，这是一件不能允许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先做个区隔。不相邻，然后城堡，城堡插这里。哎，不对，干他这么写骑士啊，错了吧？干，我觉得这样错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全部重来一遍，打掉重练。哎，这个是圆圆的，这一个没错，这是已经确定的。然后呢，这个是骑士，骑士是这个没有错，再来就没有土了。好，没有土的情况之下，骑士一定在这里嘛？骑士跟城堡是重点啊。皇后跟城堡要相对，但是如果我把皇后放这里的话，就没办法相对了啊。所以说这里一定要放城堡啊。哎呀，有没有啊？我这里一定要放国王啊。搞错什么、啊？然后城堡是国王，嗯，还是没有啊？早上在 YT 有讲要直播这个，有啊，早上有播啊。哎，感谢追随，谢谢，感谢你，感谢你，我卡关了，该不会这个弄完之后拉个拉杆吧？看来是没有的，我想太多了。主教和皇后并没有相邻，皇后和城堡也是正好相对。哎，这样显得，这样显得国王根本是多余的东西啊！怎么把国王拔掉啊？是城堡，对啊，国王跟兵卒根本是个形同废铁的东西啊，我这样也做到了吧？等一下，啊，主教他们相邻了啦，他们相邻了啦。但是这个是已经标记是要放兵卒，哎，放错了，
如果说我给他相反会怎样？欸、不对啊，可是骑士要跟城堡放同一个墙上欸，那城堡他妈一定在这里啊。国王跟主教调换。哎，对齁，他并没有说这两个不能对头齁，有道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国王放旁边嘛。对。好像应该就没问题了吧？果然。Okay, almost there, Ada. 我来了。两个国王皇后放一起就没事了啦。好，现在是一个没有子弹的时刻，真的是非常的棒。没有子弹的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呢？拿武器做做样子，吓吓他们。Damn it! Need the power on first. 居然有射带，见鬼了！好歹也给我 ammo 吧，没有 ammo。有这个有什么用啊？可以哦。有了。那你老是错级耶！我操你妈 ！Jesus Christ, sir！ 我靠，没有子弹啦！他妈的！哦，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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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撸到我撸到我了！干这他妈太危险了吧！妈，你都爆了，你今天要我怎么办 ？Holy shit！现在是要我干嘛啦？逃出去你，这边就可以破窗了啊！不逃，我被烧死了，你知道吗？Oh my god！ 他从这里进来啦！阿修，第二形态，不好意思啊，没有子弹，我先走了。干你老师欸！往左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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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鬼东西 ？Oh my gosh! Yes!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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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啊！我把那个东西送上去到底有什么用啊？跟他共处一室。哦哦 my gosh！ 现在我要做什么？我是谁？我要干嘛？我在哪里？该不会真的要跟他干起来吧？
想清楚啊，我子弹有限啦、啊。我觉得等一下要重玩的。哇 ，G 了，小刀，有成功了啊！我掉下去了，哈哈，我跟着一起死啊！啊！等一下，这里要怎么过？教一些好吗？我靠，这么顽强哦！他居然没有下去哎，中一次不够。我死了。Let's do this！ 哎，我居然没事。干！那位置站错，位置站错。Say goodbye！ 48，等他跳过来。咖喱老师，哎，没事，大失败。哥哥啊，你这样就不优了、啊。完了，我错过了，只好看一下我麦格农的威力了，行不行？让他牵制下来啊！快点！等你啊！啊！哦！俺心里怕，俺不说啊！大哥，别闹了。他背后的眼睛可以攻击啊！趁现在，其实早点攻击就好了哎、欸，真的不需要那么麻烦哎。他背部的眼睛也算一颗啊！好啊，结束掉了。所以说，其实只要打他的背部的眼睛也算数，他也会趴。结束了。妈的，怎么可能？Let's hope that's the last of them。希望他不会再复活，怎么可能的事情？这一代的最终 BOSS 呢？跟我开玩笑？老头绝对不会让我失望，当然。
当然，垃圾，哎，好，这我可以拉的吗？艾达，我来啦！Ada, where are you? Over here. 大姨妈来了。Ada, 抱歉，在有出勤的时候，大姨妈来。I can't get it out.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Just do it. I can't walk like this. 哇， okay. 这艾达这一版真的他妈超正的。I can do it myself. Just relax, okay? So, what do we do now? Wow. Get yourself out of here. 羡慕李阳哥。I'm not just gonna leave you. Not like this.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s worse than I thought. You're not getting rid of me that easy.Protected me. Now it's my turn. 想换我保护你。Didn't realize we were keeping score. Grab my shoulder. Don't push it, rookie. Okay, just trying to help. Watch your step. 别得寸进尺啊！ We have to get to the nest. Nest? Umbrella's lab, right beneath us. Net let it slip.That's where the virus samples are. You up for this? I think I could fit it in my schedule. Come on, we got work to do. 记得存档一波，当然。我终于知道为何男主角会为了他死那么多次，是不是恍然大悟啦 ？The cable car will take us down to Nest. My wristband's our ticket to ride. Nice. Where'd you get that?谢谢啊。Anyway, we're almost there. 你知道我累了，帮我推着走，就甘心哎呢。谢大哥，继续 push me。做子弹哦。这可以放进去了。马蒂达散弹枪，应该在这里存档吧？我是忘记上面还有没有存档点了啦。不管了，我先在这里做个存档好了。是时候看库底了。哎哎哎哎，对哦。聪明啊！哎呀，怎么这么聪明啊？看不行啊，看不到啦！啊！哎，咱们艾达脏兮兮，我也脏兮兮，同流合污。What a pair. Both got one foot in the grave. 老头都在乱玩。他用他的那个手环 ID 这边门就开了，很棒。我第五人格已经很久没有玩了哈，出那么多角色我都懒得去适应了啊，只能说麻烦啊。This may be a one-way ride, so be prepared, Leon. 我准备好了。为什么不能按？嗯？按下去啊！哦、有了，发车！老司机上车喽！还没有上车的老司机们，快一点跟上哦！ Do not exit until the final destination.You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I can't wait for the FBI to raid Umbrella headquarters and take those bastards to justice. I agree,
but to be clear, you're not working in official capacity. This is a federal case. Once we get the G-virus, I'm back on my own. Hey, Leon. Trust me? 只要是妹子我都相信。Honestly, if I didn't, you'd probably be dead. Right. I thought I might need your help, and I was right. If you can secure the G-virus, I can make sure what happened in Raccoon City never happens again. Ada, you said it yourself. It's a federal case. I don't have the authority. Look at me. I'm a liability now. If I'm going to finish this case, you're the last hope I've got.指望我了。I'm just leave you here. What if you're attacked? What if you need help? 看，怎么可能？等一下，二代旧版有这个剧情。I'll be fine. Don't worry about me. I gotta see this through. 三小啦，我要把李阳杀掉啊。I got plenty to live for. 还我爱打。Now arriving at Ness.有吗？我太久没有玩了吧？真的有这一幕 ？Pleas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You're gonna need this. 看，你知道亲下去之后，你知道那个 ，OK， 那个什么港片的那个什么学员霸王哦，扫把头，然后就直接爆炸，啪，变超强的。你知道现在李阳已经进化成高星李阳了吗？因为这一吻，立马高薪。老头单身狗哭哭，一哭欲哭无泪，已难过，难受想哭，怎么丢我一个人在这里？难受，你怎么会说这种话？怎么色带啊？看来是没有的。